来，咱各位同心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啊，大家。我叫做潘良华。那么，这个潘原来四姓啦，哈，原来清朝的官员来台湾了，跟四姓。我原来原住民，原来台湾的原住民啦，一般拢讲原住民哈，我较爱讲原住民。就是原来台湾的主人哈，好。那么我今仔要讲的题目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啊，那听安尼看，意思就是咱即马无正常嘛哈。哦，咱马龙讲，就讲有人讲，来牛一个火啊，看牛看有正常无安尼？啊，牛来讲，啊有正常无？啊，那我咧讲牛，我拢会开玩笑讲破破呢。无正常了，你意思就对了。那火人来上讲，我就讲啊，你这破破呢？好，那么真欢喜今仔大家吼、哦，有这个机缘啊，请来有咱民政府吼、哦、来做位拍拼。那么这条法律的路，哦，我看秘书长，我对伊安尼吼，注意伫高雄选高雄市长，对个只嘛七年半吼、哦。那么过去。我那真侪人甲咱攻坚吼，尤其遮个日军呢，吼民进党个成员真侪，咱也咧甲讲，因拢听袂落，因为因受着独派个即个，会使讲我那毒化教育啦。啊，那台湾人去挖国民党个，是许国民党个即个党国育民政策吼，教育拢去挖中国人变中国心，啊，台湾派。拢讲要独立，啊，独立，美国讲的，美国不爱，予咱台湾独立，什么原因？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是因为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，啊，这战争在还袂行，所以暂时抵押伫美国的手里。但是这块土地还佫所有权还佫是日本天皇的，吼、哦，伊只是。美国暂时监控这块土地，无过让予中华民国，所以中华民国也是中国，因常咧讲，自古历史以来，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。啊，你甲想，日本时代，日本咧治理台湾的时，吼，啊因中华民国还袂出世呢，因迄阵还袂甲满清拍败，吼，甲满清。拍败迄阵，台湾早就已经日本的领土啊咧，吼，日本的这个咧管辖的所在啊，吼，所以因咧讲的吼，拢无合国际法律。咱今仔来遮拢咧讲国际法律，叫国际法，啊，就国际所签的一寡条约咧讲吼。来，咱即马看来进入主题，吼。好，咱即马来先来看讲台湾伫法律上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。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哈。1895年是因为日本天皇根据下关条约，就是马关条约，为大清皇帝来取得台湾甲澎湖，这是有签国家甲国家所签的下关条约合法摕到台湾甲澎湖。好，这毋是迄间偷客，像中华民国拢讲日本窃占台湾。哦啊！这块土地、这块大地是免啊饕餮啊，免啊摸啊。哦，所以这讲个笑话哈。好，但是来到1952年哈、哦，日本政府换依据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放弃台湾甲澎湖的，注意哦，是管辖治理权，所有权仍要定的。但是管辖治理权放弃，哦，就敢若讲你有一家。地我给你租，给你租5年，啊，每一年拢要10万，啊，我一届50万，吼、
付予你，啊，签一个条约，为合约生效迄天，你就是放弃你一家的监管的地上权，但是无办过户嘛，对不？地嘛是要你的名，但是你迄五年我给你租迄五年，你就是放弃地上权。我潘良华要带监管要种山种奶子，就在我种啊。哦，你这五年你袂使甲我管，但是五年到你若讲你不爱租我，你就把地上权阁收回去啊，吼，对不？好，所以台湾甲澎湖的主权目前还阁是日本天皇的手里，吼。好，那么目前台湾甲澎湖伫主要占领权国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，即马以台湾管理法委托由台湾的地理当局，吼，就前中华民国咧代理管辖，吼。1979年。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，所以袂使阁称中华民国，准用台湾治理当局（Taiwan Authority） 来称呼即卖台湾。即卖来讲，台湾当局就是咧讲台湾 Authority， 台湾关系法内底咧台湾治理当局。吼，简单先了解到遮。吼，过来咱来看咱台湾的问题。台湾有足侪问题，吼，需要咱大家来了解。因为过去68年来，国民党为着要统治咱台湾人，拢用欺骗、愚民教育。哦，所以伊咧讲10月25号，啥物光复节，其实迄天号做善意的军事占领期开始，好，还没有停战哦，还没有中战哦，是迄天是军事政府来占领台湾，是美国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委托。蒋介石来代替美军来占领台湾，这是一个善意的占领期的开始，吼，占领开始，唔是土地交割的迄天，唔是，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嘛，还袂签，吼，连讲都还袂讲，连草案都还袂讲的，吼。好，从台先，咱来先了解到底咱是虾米人，咱是虾米款的族群，虾米款的种族，这你若无了解。真侪人，真侪本土台湾人会认错做老爸。好，先了解咱家己的身世。好，咱的身份是啥？咱来看这个地图。台湾真简单分啦。台湾敢若两种人呢？一个本土的台湾人，好，英语讲做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嘿，属于这一块土地的人，哈，本土台湾人，土生土长的。另外一个外国人啊，吼，啊，当然，伫政治上，佫有一句话叫做 “People on Taiwan”。只要你住伫台湾这个土地顶端的人，叫做 “People on Taiwan”。吼，啊，这较属于政治台湾。吼，那么本土台湾人佫分两个大的族群，一个即个芬兰啊，一个即个或者高沙族。吼，就是以前咧讲。三地同胞，啊，是咧讲原住民，哈，啊，这大概有14族，哈，好，那么西部平原这边只浅绿色的这个叫做平埔族，因为这种差不多住伫较平坦的所在，叫做平埔族。那么平埔族嘛有10族哦，哈，咱为宜兰这边这个看，有一个克马兰族，哈。那么有一个经营客运公司，叫做克马兰客运，有无？哈。那么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，哦，就是陈水扁做总统的时，中华民国流亡总统，甲总统府头前迄条路，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，就是咧纪念这个凯达格兰族。过来咱桃竹苗这边，哈，由于竹苗地区，这里有做道卡斯族 （Tokas）， 哈。那么来到中部，中部这里较济哈，也有迄个帕普拉哈，啊有马布萨，啊个一个巴寨哈，巴泽海族，这三族伫中华、台中、南投，哦，伫即搭遮哈。那么来到嘉义、云林遮有一个红安雅族哈，上大族的平埔族。就是台南地区的西拉雅族，西拉雅哈，这族是平埔族内底上大族的哈。啊，上大先接触到
外国人嘛是执着，就是荷兰人来占领台南安平，吼，就是这个西拉雅族开明先接受。OK， 那么其实西拉雅各有两个支族，伫戈壁地区的马卡道族，啊，佮一族或者大满族。大满族伫对，大满族就是伫这个。迄、那个2009年的，迄、那个，哦，啊，这是在唱口调啊。这电源啊亮吼，拢会影响到这个主讲者的这个思绪吼，所以拜托恁把手机啊关静音，还是关机吼。这个大满族就是2009年的莫拉克风灾吼，八八风灾，山崩吼，灭村迄种吼。那么马卡道族是伫这个社长庭做公司市长迄阵，为着要纪念戈壁地区这个马卡道族，所以伫纵贯铁路的边啊，有开一条路，叫做马卡道路。好、哦，啊，那么你若要记这个，即作较少人咧讲，哈、哦，要记即作我咧讲，作你作好记的。马英九卡在平交道迄座，哈、哦。火车若来啊，就弄会爆死的，安尼你一定会记的。好、哦，马卡道族哈、哦，啊，今麦个时间一个马卡龙，嘿，好、哦，伊讲鹿茸或者鹿啊耳孔的毛，哦，嗯，夭寿，啊，迄那鹿啊毛要甲买一斤哦，哇，伊鹿啊唔知要抬死偌济只狗一斤的毛吼。哦伊拢用毛咧填补迄款吼，无伊食个拢拍带拍带个，你看吼、哦。好，过来边埔族真好认的一个记号，就是讲，你个手甲弯起来，才有一条凹痕。哦，你若弯起来有一凹痕，吼、哦，迄个边埔族个特征。啊，过来，你若家你个脚尖头啊，上世纪个尾尖头啊，然后鼻唇呢？哦，要那偏颇做个特征。啊，过来就是，好、哦，朋友像我这款呢，乌无乌人遐乌，白无白人遐白，差不多行超一大，差不多十一行十一分色啦，小我超一大色，超一大色，吼、哦，这样来是啦，吼、哦。这你手弯开，恁有些倒手，遐正手拢有可能。有啊，你有看到一条船无？啊、哦，好，我今日下课较去好啊变。啊，有个人较大讲讲，啊，我下头拢伫只暗棍啊，只几啊船，迄食甲伤肥个。啊，好，啊，所以咱爱先了解家己是对一族个，了解了你较袂去认错做老爸，吼、哦，咱看中国。无啥物关系啦，哈，好，诶，较等下我会阁继续讲，哈，好，啊，咱即马来检讨讲，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即国民身份证，哈，记住啊，啊，咱伫日本较早，咱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都日本人，啊，则讲日本人娶日本人生是日本人呢，美国人娶美国人生是美国人嘛，对无？嘿，啊，奇怪呢，阮爸爸妈妈日本人。日本时代就出世了嘛，因自然就是日本籍啊。啊，那生的我变中国人，他会得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好、哦，啊，这有原因哈、哦，来先看者。伫1952年，日本跟中华民国签一个台北合约，伊内底第十条讲啥？哦，1952年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先后了，旧金山和平条。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去签字哦，因无资格去签字，所以旧金山和平条先后迄天，伫美国的强烈的主导之下，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来签台北合约。哦，啊，这台北合约第十条讲，就本约而言，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湖。所以已经实行，啊，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，而
以具有中国国籍的一切台湾甲澎湖的居民。哦，这到这拢咧头拢咧讲因中国人，干那后壁即句即前属台湾澎湖，前属的日本时代的台湾甲澎湖的居民，包括伊的后代，即个拢甲视为中华民国国民，咱许当作中华民国国民看，啊，视为。你会记马英九捌讲一句诶，甲迄个高山诶原住民，我把你们当人看，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，有无？其实伊心内就讲，啊，恁本来就毋是人，我是暂时甲你当作人咧看，啊，我还阁甲你教育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遮就写四维，四维其实就是毋是啦，咱毋是中国人，是暂时要当作中国人。我咧甲咱管着对，吼。哦，这就是咱摕中华民国国籍暂时安尼的原因，会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是安尼来，吼。好，那么像台湾人会变做无国籍，好，咱过来检讨看嘛。头拄仔咧讲，1952年四月二八签台北合约，暂时咱变做中国人。互伊咧甲咱管理，啊，所以咱自然往那摕着中华民国国籍，伊用中华，吼、哦，伫1946年1月12日嘛，用行政命令甲咱骗讲，啊，咱台湾拢已经光复啊，啊，恁拢回归祖国的怀抱，对无？甲咱讲，咱拢变作中国人。但是1972年，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，跟中华民国断交。这断交头拄啊签的迄个台北合约失效，哇！啊，咱变中华民国国籍无去。啊，1952年，日本的法院阁把咱日本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取消，所以哇，咱日本籍也无去，中国籍也无去，所以咱去告美国，美国的联邦的地方法院吼。甲咱判讲，台湾人无国籍，就是这个原因哈。那么，咱台湾人潜在国籍伫所什么所在？要安怎恢复？啊，这咱就要来看这个琉球模式哈。琉球返还这个模式哈。1969年，迄个时阵，日本政府已经较有钱啊，啊，琉球迄个美国。军事占领哈，当时1941年4月7日，美军尼米兹上将，伊是太平洋海军美军太平洋海军司令部的司令，伊派伊的航空母舰，佮伊的海军陆战队去攻打琉球，哈，把琉球占领落来，伫滇原设立琉球军政府，啊，佮琉球的。人民所组成的琉球民政府，好。那么我头先讲，伊来到1969年的时候，美国政府、日本政府已经靠钱啊，伊去跟美国政府来协商讲，啊，我还阁赔偌济钱乎你，你可要甲琉球还我日本？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，好，迄41年前的代志啊，哈。所以这条钱交了。日本跟美国政府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，这个协定规定在1972年5月15日，尼克森政府正式把琉球群岛哈，包括钓鱼台，拢还给日本政府，哈。啊，所以当时琉球人去由美国军事占领时，琉球。跟日本本土四大岛，等于是境外哦，国外哦。所以琉球人若要去东京吃头路，等于出国哦，爱去向美国军政府申请头拄迄本黄色的旅行证件有无？爱摕迄个旅行证件，开张出琉球，去东京，去因迄四大岛。哦，迄算琉球已经是日本的境外啊，哈。啊，所以。咱嘛爱依照这个琉球模式，哦，琉球因等于日本了，琉球人
主人得阁恢复因日本国的国籍。那么台湾，那我拿来看美国，咱要求咱的日本母国，看美国政府来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，看爱阁赔偌济钱，予美国政府，哦，兴这个战争债对了，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去奇袭珍珠港，哦，到尾啊太平洋战争，伊拍起足济美军。把美军的航空母舰用神风特工队啊炸沉，好不？飞行机也敢拍在了。这还是美国的升级，你免敢赔啊，当然爱赔啊。啊，当时都战败无钱通去赔，所以等于把台湾琉球，哦，朋友当作抵押品抵押掉了，哈。所以咱啊依照台湾返还模式，哪有钱赔了签？台湾返还协定，依照台湾返还协定，咱回归日本了后，主人咱就摕返来日本国的国籍哈。啊，那么国籍嘛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。属地主义是西方的人哈，欧美兵较有咧用。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，只要你伫伊迄个国家的国土内底监管。啊，包括伊个飞行机顶，啊，是因个船啊顶管，伫遐生产落来囡仔，主人摕着迄个国家个国籍，吼，美国就是安尼。所以，伫台湾个只中国人，真济人，由于女孩子吼，伊若怀孕个时，就想办法赶紧要走去美国，带美国甲囡仔生来，迄、那个囡仔主人就摕着美国籍，吼，李庆安就是安尼，吼，伊大巴肚就走去美国。啊，囡仔伫美国生了，好啊！你即马以后怎样依亲依那个小孩子去依亲哈？啊，属地主义一个好处就讲，你伫迄个国家生了，你就摕着迄个国家的国籍，你自然你会爱迄块土地，哦，伊迄块土地你伫遐出世的嘛哈，自然你会爱迄块土地，哦，你不会去背叛他，袂去讲把迄个土地甲污染嘛。甲不我派没。那么属地主义相对于属人主义，属人主义就是哪有中国影响的，拢差不多属人主义，拢父权思想。这个阿公还是老爸，无论伊迁徙去到什么所在，所生来，伊拢讲华人。好，比如伊去印尼也好。还是去美国的旧金山、美国纽约，因华人去遐就聚集一个所在，哦，遐拢讲叫做 China Town 唐人街，还是中国城。啊，因家己伫遐趁钱，然后趁着钱，就想要甲钱寄返来因的故乡中国，要起大厝，光宗耀祖，哈、哦。伊较袂晓讲，啊，我倒伫纽约趁着钱，啊，伫旧金山趁着钱，我爱回馈。旧金山还是纽约这个所在，后来做伙建设，无，好拢顾家己好得啊。啊，其实唐人街拢总是因迄个所在上浓恶的所在，上脏乱的所在，好、哦。啊，所以现在印尼的排华，就是讲啊，你伫只赚了钱，赚你拢无回归乡里，好、哦。所以唔是印尼排华呢，包括美国嘛咧排华，哦啊，咱都伫中国附近，吼、哦，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，拢差不多是属人主义，吼、哦，属人主义就敢过弯刀好得啊，规个社会败黑社会代志，所以像那些中国人、日本人，甲咱教教作修信仰、修时间、修法，换中国人来了，一直走精，走精到即卖人无信仰。较早，阮爸爸因常咧讲啊，我若一句话讲就是答应人啊，答应较惨死，免写契约，我答应你就是叫我答应的，甲你完成。好、哦，结果台湾你看怎么咧做工程，合约书写一本接两本，要搁咧出锤。好、哦，啊，人日本时代所留落来好的风俗、哈、哦、好的信仰拢拍破的，所以即卖大家拢互相猜忌。人甲人之间，诚信拢较无咧讲啊，拢干那咧讲利益，
啊，过来就讲，那不要关机，请少年来给你关好不好？迄、那个，我拄啊广告队啊。讲到三天，飞到迄三天外地去啊！这个跳过人过，我毋知讲到对啊。来来讲台湾血统，足侪人无了解家己的身世地位吼，拢讲啊，咱中国人，我靠呀！我拢随甲因讲，迄恁中国人跟我无关的吼，我毋是中国人。台湾人，吼、哦，拢有一句话讲：有登山讲无登山嘛。吼、哦，向我听敢那对吼、哦。因为登山人吼、哦，登山要过台湾，有一句话讲：心肝结归完。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咱要离乡背井，绝对有啥物做国不离三种的代志嘛。吼、哦，第一就是可能伊伫台清那边。作奸犯科，吼、哦，犯罪啊！人要甲逮捕，伊只有爱走路，啊，是欠人钱，欠人花钱爱走路，爱再来离乡背井走来台湾。啊，迄阵台清的时阵，台湾会使讲还阁作蛮荒之地，无开发，吼、哦，张力之气拢足悬的。啊，所以呐，要走来台湾，台清哥迄阵有一个禁令海禁，因为台清甲郑成功消灭了后，吼、哦，甲郑成功遐部将台部死的，拢阁遣返去台清。啊，所以你要来台湾，要管理台湾这官员，敢若查甫伊哩官员家己来尔，你的某囝阁底下伫台清。啊，你来到台湾，你敢来当做三年官，吼、哦，就爱阁换房，无好你住遮连续住真久，你会牵地方遮会交接，连江人要阁反侵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台清就阁派兵来甲你。平定则麻烦，好、哦啊，所以你看，迄来会走来台湾，遮拢是民间偷走来较济，好、哦，偷渡，迄算偷渡。好，啊，你偷渡来台湾，遮一定爱查甫若总共有来，伊无法度娶某来嘛，好、哦，所以伊一定爱带台地遮娶咱平埔族，还是高沙族的女孩子做某。所以唔靠讲，干那有登山讲无登山嘛？登山的女孩子无来嘛？登山的某无来嘛？哦，所以绝对这个阿嬷是咱本土的台湾人。后壁这句我认为对啦，无登山嘛对。你看有登山讲，啊，咱台湾阿公，咱的台湾阿公是拢死了啊，嘿，那蛮对嘛吼。所以而且，迄登山讲来台湾，迄种走路来。有一句话讲叫“流浪卡”，捌听过无？流浪卡代表什么意思？流浪汉、毒蛇啊、乞食东西。哦，流浪汉、毒蛇啊、乞食，是安怎讲叫做流浪卡？就是因来扛无财产嘛，所以来大生拢是去工做苦工，有工就做工，无工就去做乞食，去分。啊，无厝人个住，就暗时啊，庄头遐闹迄个。庙吼，庙算较大间，啊那庙啊就较细间哦，吼。台语来讲，看尾音就拢较细吼。车就较大只无，车就较细只，骑较大车吼。啊，即卖因无体好大，就去住庙，啊庙拢有画迄个罗汉嘛，吼。啊，困伫个罗汉的下骹，吼，所以叫做罗汉卡就是安尼来吼，就是乞丐意思。啊！但你遐注意哦，登山讲来台湾，十个来台湾，六个爱死伫台湾海峡，因为台湾海峡足颤流，风浪大。啊，迄阵拢细只船啊，尔无通啊有大只船，所以足容易冰船一个冰了，规船死掉了。好、哦，所以十个来，六个就死伫台湾海峡。啊，四个吼、哦，三个有留落来，一个佫后悔，佫落跑等于台清。但是这三个留落来，敢一定会活？咱来以牡丹社事件做例。牡丹社就是伫恒春迄边吼，一个南台湾族。牡丹社
台湾主要分南台湾甲北台湾哈，还、是南台湾，就是这个琉球的渔民哈，迄、个宫古岛，因的这个琉球渔民哈，啊因的船难啊伫东海岸爬起来，五十几个，迄个台死甲剩十二个，啊这十二个迄个人护送去红山府城，啊佫甲送登去琉球。那么日本政府知影这件代志，就向大清兴师问罪。好、哦，啊，大清甲因讲，哦迄，啊不讲意思讲，都帮了伊人，迄毋是我大清所管的化外之地，哦，非我所管辖。哦，啊，即嘛日本政府讲，那安尼毋是你管的所在，哦，迄讲伊讲叫做化外之地啊，那安尼我要起兵要来甲讨伐，大清佫甲回文讲。哦，迄化外之地，罚与不罚，由贵国制裁之，就是恁家己的国家，恁家己去决定的啊，跟我无关的。哦，所以日本就派三千个这个兵过来，哈、哦。迄阵日本都要明治维新了，哈、哦，啊去后壁学一挂，尤其是甲德国学一挂陆军的作战的这个新的战法，哈、哦。所以就讲，啊，都要利用这个时阵来实际操兵，或、哦、者派来啊，派来。结果三千几个，当然伫这个牡丹的石门古战场，吼、哦，跟咱的原住民，吼、哦，底下激烈作战。啊，咱原住民嘛，虽然设备较歹，敢那有淡化的这个猎枪，啊，甲弓箭啊，长矛啊，但是日本是正规军呢，有山炮，有机关枪，有正规的步枪，吼、哦。所以当然打了咱高沙，当然袂爱输，但日本兵嘛是食真侪苦了，对啊。因为高沙族做好游击作战，啊个丛林战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吼、哦，我那拍到日本军，我那头壳摸咧烧。啊，当然袂啊，我那战败嘛，哈、哦。但是日本军算惨胜呢，因啊，因为伊一日来到台湾。因日本遐无网啊，寒天都一寡网啊无多生存。但是来到南台湾，哇，热带所在网虫足侪，干那火遐网啊顶着都登革热、出血性登革热，就死一堆人。吼、哦，啊个水土不服哈，闹塞吼，可累啦，即个马拉利亚即个拢发生病。所以见死的哦，三五十万、三五十万，三五十人俩。结果破病死的，到尾五六百来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你甲想，日本人算足有卫生的，来到死伤遮惨重，啊！中国人伫登山的来遮，这三个留落敢会活？我话因无迄个抗体嘛，蠓啊叮着破病，水土阁袂下咧，老塞我脱水就死啊！吼、哦，所以一旦剩一个我话就足够啊！啊，一个阁是。罗汉卡，啊，迄阵咧，咱咧台湾咧，平埔族是母系社会哦，是妈妈、查某这边咧掌握家庭的主要大权，金钱啦吼，啊，即个法律工课拢是查某的吼，母系社会是安尼哦，唔是父系社会哦吼，所以咱刚才咱有一句话讲，招翁有无？就是这个查某的，出去外口看到较缘投的。体格较好诶，甲招倒来做翁，叫做招翁咧。啊，另外有讲牵手无，就是查某去看较缘投诶，看到较有才华诶，去甲牵伊手倒来做翁咧。所以咱即摆咧讲牵手，咱拢继续讲查某去牵查某诶手倒来，毋是诶，是较早是查某去牵伊诶手，牵查某诶手甲牵倒来。请请来做伊翁安尼呢？是查某的主动，哈、哦，你莫搞不清楚，哈、哦。所以查某迄阵权威足有诶，啊，你甲牵转来做翁，这个招这个转来做翁诶，那工课未做吼，都无影讲，啊，就干那看咧较缘投尔，啊，结果也不要做工课，好、哦，啊，我那隔一段时间认为讲这个翁未用的吼。唔是气焰袂用得啦，都认为讲伊无遐才能，安尼好，等者查甫
在家了出去，查甫会当你要甲伊个物件收收的，用草条啊吼啊，一个囡仔包起来，甲下到门口，甲伊个家当下到门口。因这个翁回来看伊个家当用收收的下伫门口，伊就知他被休夫了，知不？嘿，是安尼呢？好，所以查甫的东西。在母系社会是无啥物地位哈，啊，所以讲，你讲一个哥哥在上靠主导力的女孩子，讲要招一个罗汉卡乞丐，当来做翁，足困难的。比如讲，伊真正生了做烟斗，生个像刘德华、金城武遐烟斗，啊，都反正你无钱无要紧，老娘有钱，当来做晚安，我敢那看你面无水，我就欢喜啊，安得吼，迄可能有啦哈。啊，当时咱较早本土阿公拢较崇外，吼、哦，以即马来讲，台湾人过去，吼、哦，差不多四五十年前拢哈美，有无？来台大，去美国，去美国留学的，差不多都台湾人都唔爱转啊，拢伫美国发展啊。最近你看，吼、哦，前十年前咧流行日剧，吼、哦，咧爱买日本的电子产品、电子歌。录音机、卡米拉拢买日本的，啊，即三五年哇，韩剧咧流行，韩国的汽车、韩国的三星的电子产品、手机啊，吼，拢咧，啊，即时代潮流咧变啦，吼。好，其实清朝甲咱台湾人漫画，吼，讲汉话是唔对啊，吼，爱讲漫画，清朝是满洲人嘛，所以。因派来的官员，拢就近差不多用这个闽南这些人派过来做官，也是广东的客家人来台湾做官。所以咱台湾人爱学因的语文，官方语言就是闽南话跟客家话。啊，你话像戴清甲咱管212年呢，那么戴清公嘛甲咱管20几年，加了吼240几年，这240几年。啊！你甲回想讲，日本时代甲咱管50年，咱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，都拢真侪人拢讲日语啊。我看爸爸妈妈因的同学会，遐同学来，拢嘛日语下下叫，吼、哦，大家拢讲日语。50栋就安尼，大清甲咱管200几栋，自然咱的阿公阿妈会去学因的官方语言，因为你也要伊的官方语言，你。哦，要伊个要甲你升官，哦，还是要各方面甲你优待，拢较有，自然，大家去学中国话嘛，哈、哦，闽南话。所以是安怎，闽南话到尾伫台湾，好、哦，甲客家话这两项是台湾人上有咧用的语言，就是安尼来，哈、哦。包括伊个甲咱树冠树姓，全我是伊树姓，好、哦，我的祖先拢住伫溪边、河流的边啊。因为要洗身躯，还是要洗物件，较会方便。所以大清的官员来，因为我无文字，并无做拢无文字，来问地方官讲：，因遮个拢姓啥？这洪山府城遮个官员甲讲：，无人伊拢无姓。伊讲：哦，安尼无，我素姓会姓潘，住伫水边的番，哦，我就是安尼，住伫水边的番，哦，我姓潘，人家这有学问啊。有水，下骹有一个蚕，啊有蚕，有水有蚕，布丢啊就发米啊，吼、哦、有无？天外一个米有无？搁一批的漂泊的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好啦，唔欢喜啊！迄树蛇呢？唔拿树蛇，搁连竹扑啊、树荷弯呢？所以我有听我阿公迄阵有去做竹扑啊，甲兴。敢若讲，阮祖先福建来，也无讲福建对一关、对一个城市、对一个庄头，没有。因为阮这个姓潘，含中国的姓潘，血缘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台湾人讲阿扁啦，也是讲小中点过中国遐咧找伊的祖先，找无啦，有嘛是假的啦。中国拢做假的，中国人都想讲做假的吼，所以卖想要去变寻根。同款，日本时代嘛，甲咱台湾人皇民化，有无？你若会晓讲日语，
哈，伊要甲咱华民法就是讲，要甲咱台湾人教育甲堪因日本本地水准同款。哦，你也要讲日语，好、哦，就个你若规家伙拢也要讲日语，拢咧学日语，甲你讲叫做国语家庭，好、哦，可能伫战争的时阵配给会较好，好、哦，迄阵台湾人学穿迄个和服啦，拢穿白夹，我做囡仔都要去穿白夹，穿白夹咧，哦，奇奇怪怪有无？应该呐，差不多五六十岁应该拢捌穿过，哈、哦，好。那么。近排国家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，所以嘛保存了咱台湾人85%以上原住民的血统。哦，啊，咱来探讨讲，像近排国荷兰，荷兰迄个郑成功甲打败，荷兰人2000多个人伫安平的热遮兰城，有无？迄个郑成功25,000名的兵马甲包围，但是也在讲1:10啦。郑成功讲起嘛是足含慢的，吼、哦，10倍人马安尼拍半年外拍拢袂落来，只好爱在热遮兰城外口屯田，就是家己围咧，啊，家己在外口种植，家己饲家己兵马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围到热遮兰城内底无物件、无水通去食，只好爱导航，是安尼荷兰较早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荷兰无留偌济基因，吼、哦，伫台湾。郑成功迄个大清甲打败，郑成功遮个人，真无死个，拢讲掠掠等于大清。连郑成功因遐较早个官员遐亡，拢甲骨头拢乌起来，吼、哦，嘛甲送等于中国，嘛送等于大清。其实你若甲想起来讲，他有可能遐好。啊，是安怎会扣骨？原来跟这代志有关的。迄朦胧节，因郑成功这个较高层的军官吼，这个将官，诶，望恶海咧恶的时，咱台湾兵部做起问讲，啊，都装好啊，咱要个恶海。伊讲无啦，这拢大清遐来吼，郑成功拢是闽南遐来嘛。啊，这人骨头诶，过一段时间那个扣扣咧，装多红啊内底。爱运动伊个故乡，安尼才会当保佑伊个子孙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扣骨的来源。其实你啊想，这拢叛将，对大清来讲，这拢叛将嘛。遐骨头乌起来，到台湾船啊驶到台湾海峡，我拢甲轻轻落啊，靠遐好心，佮提登到因大清个这个伊个故乡，无可能啊、哦！啊，所以台湾人买来扣骨就是为遮来，哦。待一段时间吼，爱去挖起来骨头，甲装到瓮啊内底吼。其实，敢毋是一句话讲入土为安？我毋捌看到看美国人咧捡骨呢，因土葬葬个拢无咧叮当啊吼。人因美国都遐强，福利都遐好。台湾人捡骨，我捡几下摆，连面啊听迄个地理先生讲，哇、哦、啊恁即马即马人若袂平安，就开始问啊。问地理书，问啥物嘛？哦，啊，你迄个，你迄无捡骨袂使。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佮讲，迄、那个咧撞的是方位，爱看迄个罗盘，爱正啥物方向较会好，无影无一只。人美国个大家拢讲方向，照白，吼、哦，照白，无你讲选对一位较好个。人美国人遐强，遐富裕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大清又大日本帝国甲打败了，因为这个甲午战争了签这个马关条约，内底有一条，日本会当予住伫台湾的大清的住民2年的时间思考期。你这2年，你好好思考，你若感觉予我日本管无好，你这2年来你家你的土地财产卖了，你会当等于大清，还是甩其他国家？那2年满，我就把你当作日本的臣民来给你款待，哦，就像头拄仔咧讲，视同日本臣民，哈、哦。Okay. 那么过来，例如世界大战日本战败，日本迄个时阵伫台湾已经有差不多1945年就差不多300,000人的军公教人员甲伊眷属伫台湾咧统治台湾，
拢迄个蒋介石要求讲，爱用船甲因拢载载等于因日本的四大岛本岛吼、哦，所以日本的基因你甲看，遮若战败，拢规个拢用遣散出去，所以外国人留落来基因足少，所以咱台湾本岛台湾人85%以上拢是原住民吼，哥抓族加平埔族的血统基因。啊，即马因为 DNA 的检验继续进步，继续紧嘞，你要开10,000块。你若北中北部，你去马街病院林玛丽教授专门咧研究台湾人的基因呢，你要抽血，还是吼迄、哦那个唾液，吼迄个盐，吼、哦，你就会当看讲啊，你有占几趴的高山啊，几趴的平埔族，几趴的其他只国家有可能，但是拢较少。像台南有一个李晓峰教授，这历史的专家，吼、哦，台南人，伊细汉拢讲讲乌印度啊，反正感觉百思不解。一直到前几年，伊真正开10,000块去哦，林玛丽教授抽血甲验伊的 DNA， 验出来讲真正有印度人的血统啊。伊细汉拢讲，伊这样头毛小啊 QQ， 哦，伊就。开始研究历史，啊，结果原来就是讲，荷兰人来台湾的时候，荷兰人来台湾靠有两项咧赚钱，就是鹿皮，哈、哦，过来种甘蔗，因为迄阵甘蔗迄个乌糖，吼、哦，含黄金甲要变贵，迄阵足高奢侈品的物件，啊，所以台湾适合种甘蔗，落去炼制乌糖，啊，需要足侪工人，尤其爱牛咧。犁沟通去种甘蔗，所以为印度进口黄牛、赤牛，哈、哦，啊，伫遐要进口来，沿路坐船啊，爱遐牛爱有人照顾，所以有印度的牧牛人对伫边啊咧个照顾，好只牛通去食，哈、哦。啊，来到台湾继续爱互伊只牛，佮生牛仔，啊，一直个照顾，一直繁殖哦，量较济咧。啊，即款就可能。伊讲，因阿妈、因祖妈、的祖妈、的祖妈，吼、哦，迄都足久以前，荷兰时代了对啊。去交到这个印度的这少年家牧童啊，安尼就是因祖妈、的祖妈去交到啊，他所以有留这個基因落来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唔好笑，你若无相信你的。有的人讲我汉人，去验看卖咧。你若验出来，你若85%是台湾本土这基因高山甲平埔族的，啊，你若差不多5%是中国来的基因，啊，你要承认迄5%，无要承认咱这85%吗？是85%较大，还是15%较大？我搞不清楚哈。好，好，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根本。啊，即马奈有足侪拢安尼做一块一块乌，就安尼，甲你做一块一块乌。早期吼，日本时代户口填本户口制度是日本人来了，较有开始做诶，吼。啊，日本人真正足认真要治理台湾诶，吼，伊真正一步一脚印，伊为着要好啊统治台湾，伊还先了解到底有偌侪人啊。人口总普查到底有偌济人？啊，哥，恁是啥物族个？那恁即种甲即种讲个话，他也无共。啊，你只讲客话，啊，只讲河洛话，啊，这边讲泰雅族个，哦，啊，这边讲迄个啥物阿美族个，哦啊，我就开始调查，所以查了到底，伊较知影讲哦，原来台湾有遮济高山族，哦啊，遮济平埔族，好，那么。调查的结果，这字哦就是有的给你写福，有的写广。写福的，你莫记住讲你是福建来的汉人哦，错误哦。啊，写广的嘛，唔是讲你是广东遐来，唔对哦。哦，尤其头祖庙遮真济客家，哦，拢讲客话。其实因真济拢是道家师祖的后代，伊已经未晓讲因的。道家师祖的话啊，干那拢讲迄当时的
官话，就是客家哈、哦、客家话，所以伊就甲写伊号做广。吼、哦，啊那中南部，干那也要讲闽南语，吼、哦，啊是啥物？帕普拉族啊，还是迄个洪雅族啦、啊，还是西拉雅族？哇，因个族语拢袂晓啊！干那也讲，我即马讲这闽南话，吼、哦，伊就甲你写符。啊，你莫继续讲福建来，唔对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也要讲因原地族语的，吼、哦，那歌刷，吼、哦，伊甲你写生番呐、啊。哦，啊，那编播作的，伊甲你写俗番。所以白眉番佫有分青甲色个哦，吼，深番就是讲头拄仔地图较山区这边个，或者深番，哎，大山来吼，啊大山卡，吼，像我这种十一分色个吼，要，好啊，所以你不要误会，这就是像咱国民党来要甲你做乌，惊咱知影咱家己个身份嘛，知影讲咱是原来这里的主人的时。你太要挖中国，唔过要过我台湾啊！我叫你今日反攻大陆，有无？因来就招人要反攻大陆啊，有无？甲咱偏讲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要反攻抗日，杀猪拔毛，哦，复兴中华，笑话连一堆。啊，即马因咧甲咱偏偏的，即马话因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，哦，啊，咱买一大堆武器煞无路用去啊，好、哦。万里长城哦，开遐侪钱起个啦吼，国防吼，迄种国防嘛，无爱予外族入侵啊。结果人用钱甲你买收迄个过迄个山海关呢，好无？甲你买通门就拍开就入去啊。武器较好嘛，无路用吼。好，啊，咱来看讲台南啦吼，台南市恁美内政部讲管伤济，讲要迄个要求讲爱撤销户籍住籍为熟。就直接讲平埔族嘛，哦，说番嘛，好吧？日治时期写说番呢，哈、哦，其实就是原住民呐，哈、哦。啊，今因西拉雅族哈，我、哦、直接讲西拉雅族，西拉雅族是台南市已经算因市家己定的，是原住民了，但是内政部不承认呐，哈、哦。再赶快哈，说番的族是平埔族嘛，哈、哦。啊，今嘛。这个高雄市的槟榔关拢嘛有承认讲，说完是平埔族哈。好，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哈，咱足侪人拢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，啊，佮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，好，啊，这就是警察做老爸佮一个台湾人安尼，啊，所以我听咧讲，那伊咧讲我是台湾人嘛是。中国人吼，啊，你下底个硬讲，嘿啦对啦，你是人，啊嘛是狗，嘿，你下底安尼个硬，嘿啦你是人，啊嘛是狗安尼。你看迄个美国人，因为这个英国遐移民吼，澳洲遐移民去到美国，因拢讲美国人，因袂讲因我是英国人嘛是美国人，袂因袂讲安尼吼。啊，咱来以2000年迄个马英九拄啊就任去了，陈云林来台湾访问吼。迄阵马英九规定，为桃园机场来到台北市，沿路袂使有中华民国这车辆机，所以派伊个中华民国警察去咧收遐机啊。你列军啊，拿啥中华民国机啊出来，拢伊个没收，有一个阿罗当本子人，啊，咱列军咧吼戆戆。也不要讲对因去收机啊、压机啊、当本子啦，等到个打迄中华民国车辆机出来咧，捍卫中华民国，迄就是头壳歹。吼、哦，迄就用洗脑个中华民国就是我国。吼、哦，啊，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千基伫台北市，吼、哦，底下咧夜八时，马英九佫派这中华民国警察咧甲报，佮惊日军去甲抢落来，甲倒个家破，就佫甲放火烧。吼、哦，即因老大个机啊，咱会听吼，带台湾防武用吼、哦。所以你啊看，因遐通牌吼、哦，中国人伫台湾遮中国人，根本就是无台湾心，拢中华民国阿强个迄款心吼、哦。好，过来2012年英国个伦敦奥运会吼、哦，
另外，本来伦敦奥运会伫伦敦市有挂车轮机伫遮，阿强啊抗议，所以伦敦奥运会赶紧把这机啊搁收来，收起来。换台湾人搁去遐咧举旗啊，搁咧捍卫中华民国，有无？这就是头壳歹，伊用洗脑去啊！吼，啊连上有台湾味的这个什么电影三太子，嘛都在发中华民国车轮旗，都在发向前冲，啊唔来拢要弄一堆，吼！啊，这就是头壳歹，你当台湾人吼，上有台湾味的，结果啊，伊有咧利用咧，吼，咧发中华民国的车轮旗。啊，这是咱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啦，吼！啊，这个始作俑者是谁？咱来看，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以台湾前途结文，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哇，这吼、哦，阿扁的1999年为着要选中华民国总统，去改这个党章啦，吼、哦，中华民国这个党，还有民进党的党章。啊，你看。他在李登辉咧讲的就讲中华民国在台湾，伊原来伫别个，啊，即马走来在台湾，表示讲有这个流亡的这个味道，迄、那个遗迹有无？中华民国本来伫别个，啊，即马走来在台湾，流亡嘛，还看得出是流亡啊？台湾不是中华民国，但是你即马看，陈水扁是读法律的，伊竟然唔知影讲这足严重的。你总共若要出卖台湾，无你嘛卖一个较好价咧。这连卖都无卖，等于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吼、哦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是毋是？拢连卖都无卖，直接用上诶。这作假来呢？台湾本来是日本天皇的领土，啊，你即马等于怎个免费送给人家？你凭什么？你太有资格送人，吼、哦？啊，蔡英文都头拄比如你讲诶，2001年十月在伫高雄市了，刚讲演讲的时讲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啊，同款用上的拢无卖，连卖一个好介绍都无，吼、哦，这是毋是咱台湾人的悲哀？这算日军台湾心内讲上爱台湾的、上关卡的领导人，拢做甲东主席的人，啊，竟然冲一波出卖台湾。无，唔是卖送台湾出去，连卖都无卖，这比卖佫较吃力吼。你卖讲无，大家来分分的讲，无嘛要有一挂好介绍，都没有，连钱都没有收到，直接送给人家。好，那么咱真侪拢咧讲错误的语言形容，所以咱即个错误咱来改吼，啊，咱来看嘛，外省人，我定咧讲，台湾就干两种人尔嘛。一个本土台湾人，剩的拢是外国人，所以咱若咧讲讲外省人，表示咱是本省，咱做边人的一省，对不对？所以唔好讲因外省的，因为你若讲因外省的，啊，咱做本省，咱就边人的一省。爱叫因叫啥？嘿，中国人啊，吼，对不对？爱甲因讲，因就做中国人。过来，讲专省。专姓爱改安呐，哎，专哦专国，爱讲啥？哦，台湾唔是国家，所以袂使讲专国。你会当讲专岛，还是讲专台湾？好来，正港的用词是爱讲专台湾，因为台湾唔是国家。好，较等下我会去解释哈。过来，大陆爱讲啥？啊，中国对嘿，这个今麦大家较清楚啊。因为你若讲，你若甲一个外国人吼，甲美国人讲啊，我去大陆佚佗，伊就头壳开始绕，嗯，啊，你咧讲的大陆是对一个大陆，因为你甲算啦，我算过你啊，地球顶上有北美洲大陆啦，南美洲大陆啦，吼，澳洲大陆啦，非洲大陆啦。欧洲大陆啦，第六个亚洲大陆啦。啊，你讲去大陆佚佗，啊，你是美国人在咧想啊？因美国人头壳介单纯哦，啊嘛介有逻辑哦。伊甲你分工，啊，你即摆咧讲这个大陆是对者，伊就开始即六个都咧说啊。好、哦，所以唔好讲大陆，爱讲啥？去中国佚佗嘛？你讲个清楚，
啊，我去美国佚佗嘛，吼、哦，你去，你无可能去一个非洲大陆遐大地，哎呀，几啊十个国家，你是去对一个国家佚佗嘛？哦，无人咧讲，那伫其他个所在，无人咧讲去大陆佚佗，干那独独台湾咧讲大陆佚佗。好、哦，我过来，先得，先得爱讲啥？啊？无人会晓解释啊？我甲你讲啦，台山的哎，标准答案，大清甲咱管212年啦，无在条做一条公路。为家人到阮屏东啦，看有笨手无啦？212年呢，日本来管台湾，差不多15年呢，蒋管怎来拍通啦？哦，该挖山洞挖山洞，该造桥就造桥，吼、哦。啊，叫做台线，啊，伊讲纵贯线来在，因为吼、哦，台线就是讲台湾第一条贯通的纵贯线啦，吼、哦。啊！你讲省道吼，你若要讲省道，比如讲吼，你要走去开车，一定要加油嘛。啊！你的车若加水的吼，安尼你讲省道作证的，我就同意啦。嘛是爱加油才会走啊，加油即卖油拢遐贵。哦，你若讲你迄种加水的，你讲省道安尼，我就无会讲吼。过来，偷渡客爱讲啥？有人知影讲爱改啥物名较对无？哎，对，没有错。既然是偷渡，表示你是犯罪嘛？你要去人个国家，你拢无经过人个同意，就偷偷要不要走入侵人个领土嘛？哦，迄是偷渡哈、哦。所以偷渡客就爱改做偷渡犯。如果你若讲偷渡客，讲会通吼，安尼那迄小偷去恁家甲你偷起物件，啊你当会拄着，你爱甲拍招呼，哎，小偷客你好，安尼，啊冰箱内底有物件，你有食无？爱去问看卖吼，所以爱改做偷渡犯吼，爱拿来做小偷，伊就是刑事犯嘛吼，杀人迄种刑事犯。啊，无那台人办会，拢叫做刑事客啊咧，吼、哦，这违纪别动。啊，是安怎讲偷渡客？就是到20年前，台湾经济当好，吼、哦，台湾钱淹卡巴，按中国还阁要卖吼，所以真济中国人想要偷渡来台湾拍工，吼、哦，因为遮工资悬嘛，好，所以因就去福建的外海一个大岛，上大的岛叫做平潭岛。为了坐渔船啊，来新竹的南寮渔港遐登陆起来，啊无有的就驶屏东的东港那边枋寮遐偷渡起来。啊，因为台湾是中华民国的管，中国的官员，哪一抓到？吼、哦，这个暗巡的哪一抓到？吼、哦，都拢讲啊，这抓到偷渡客，因为呐，抓到因故乡来啊，啊故乡的人客来咱岛啊。所以因拢讲偷渡客，偷渡客就是安尼来，啊！这伫咱本土台湾人的眼光来看，这错误的哈、哦，这混淆，哈、哦。哦，佫一个讲台湾总统，爱改啥？台湾毋是国家，所以无可能选总统。即马咧选的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总统，对不对？即马咧选的这。不是讲台湾人去你做总统就是台湾总统，唔对啦。李登辉，吼、哦，蒋介石，伊顺势去你做，嘛是中华民国流氓总统。阿扁啊，用选票选起哩，同款，伊咧宣誓是向中华民国宣誓，做中华民国流氓的总统，唔是做咱台湾国的总统，因为台湾唔是国家，吼、哦，就这个概括，哈、哦。那么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，好、哦，东西，咱哪里骂人，嘛是用东西咧骂人，哇，你算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刚有人咧骂讲，你算什么南北，无人咧讲南北啊，哈、
如果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东西可能得较歹，无价值。就是讲，你也想哈，纬度同款的物件，台湾有出产金蕉，有出产山啊。啊，你若甲金蕉要送去福建卖，福建嘛有金蕉嘛有山啊，卖不到好价钱。你运送过还佫加运金，人伊当地生产的成本比你较俗，所以你到那边卖不到好价格。但是你若甲咱台湾的金蕉甲山啊，甲送去东京卖，吼、哦。介绍加几下杯，吼、哦，这一定的。啊，那日本那边生产的另一个，也是来啊。迄阵台湾无这款寒带水果，所以水果这两样水果，因未来台湾好、哦、啊，介绍做去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做囡仔第一个食了苹果，就是我小学到二年级的时。啊，我那做囡仔头红啊，那带大囡仔。放风吹，掠四脚，乌河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头班水果啊，拢有啦，即马成人，嘿，啊，有一届看人虚骨啦吼，有呾足肋骨，啊，佫有兼饲鸭哦，啊鸭伫个骨啦中咧受吼，啊，流汗是真，我就讲啊，无聊无代志，啊无，啥一头我看怎么人牵鸭牵得着，啊，我徛上头前牵。后壁安尼真十个也对我咧啃，啊一个空壳的，啊袂晓控制方向，一头杀来讲啃下拄我头啃落来，所以我才一空做外空的。嘿，好啊！我迄阵都也无啥物衫，拢穿迄个内衫尔嘛吼，白迄无。好，流落规个红红，后壁规个都哭啊！啊，我是要啃者，头壳拢真啊拢，规个火冒金星安尼好。好，听甲足戆的，啊我跟鼓落来。一个了，我较好了，我徛起来，我手，我着手起来，啊，着从解散啦。我等于等于阮厝，互阮妈妈准骑车去家里吼，迄个医生顾，顾好了吼，啊，我算我那盖轮皮啊，无哭啊，所以阮妈妈吼，也毋甘，讲好啊，带来火车站头前，火车站头前拢有咧卖迄落咧阿摆水果无，还有咧卖莲藕、苹苹果，迄阵苹果拢头日本的。迄阵地产也袂咧种，好买一个富士的苹果，好有够香的，我唔甘食呢，偏拢安尼，等下到阮庄呢，油庄啊，好阮遐同学大家偏啊，规庄安尼偏了了，唔甘食，伊嘛毋捌食过苹果，好、哦，所以我苹果的滋味是迄个惨痛的付出代价。无多，咱迄阵本来咱台湾是足富裕的，是迄个中国人来了，甲咱四万换一块，咱较善言呢，吼、哦。所以，跟国民党完全结作党的吼。好、哦，来来看，所以你看你去迪化街，人咧卖是叫做南北货，无人咧卖东西货啦，对不？你去高雄的什么三凤中街，嘛是拢咧卖南北货，无人咧卖东西货，吼、哦。对不对？好，哇！遐来，我屏东上惊寒流来，吼、哦，寒流来，我就赶到时即阵，尤其来到遮，吼、哦，遮拢特别寒。哦，过来，啊，无就沙尘暴了，好不？这前十年开始有听了沙尘暴哈、哦，表示较早无，表示过来中国为了要开发伊个经济，好、哦，所以过度开发。无做水土保持，还是做绿化植物哈、啊，所以人家开始起风，风飞沙了，飞来到咱台湾。过来，哦，这两年还有诶，哈、哦，雾霾，哈、哦，真诶哪来哈、哦？你来，迄、那个支气管较歹，哈、哦，着起黑菇啊，哈、哦，啊，我差不多一两个月前，哈、哦，迄阵雾霾较严重来，飞来到台湾，我脑着起猫。我都爱啉水润喉者。过来郑成功，迄嘛中国遐来，伊成功就是咱失败啦，对不对？荷兰人1624年来占领安平，吼、哦，刚迄一年，荷兰人嘛去占领纽约曼哈顿，吼、哦，甲合作
新阿姆斯特丹，结果你看看，三百几年后，哈、哦，曼哈顿、纽约变成全世界上大的、上富足的一个都市。啊，咱的安平呢？安平港已经无，已经无港啊，拢屯屯落去起起厝啊，哈、哦。台南市煞变一个小都市尔，吼、哦。较早一府一个讲台南府，但是已经许即摆台北、高雄、台中拢掠过啊，吼、哦。所以我讲，郑成功、宜兴公，咱失败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台清治理台湾，吼、哦。台清治理台湾212年，就是台湾上落后，吼、哦，上歹、上黑暗的时阵啦，吼、哦。我就头拄仔讲个，连一条路两百几年做袂好。啊，中华民国在台湾吼，即样个海啊，即个在吼，应该爱甲我后盖个改做海，中华民国海台湾。咱吼海68年，海甲足惨个吼。日本时代来甲咱管50冬，了咱台湾已经变堪东京头共级数个个水准个人民啊。咱1937年，咱就办世界博览会啊！呢，哦，中国啊，1935，啊，台湾博览会对嘿，1935，好，你记得好，我小可有迄个失智症来问。那么你看，因来了吼，咱的水准咱即嘛，咱本来含东京共级数啊，咱即嘛东京，你敢若讲敢若建设啊？台北市的地下铁，吼、哦，就输人输要40吨啊！高铁嘛，同款，吼、哦。你看因黄大洲咧做啥物木栅线，吼、哦，创个法国的迄个马特拉布拉，哇，阿扁讲我们自己拉，是咱台湾人去咧做总统了，看下甲木栅线做好，高铁嘛同款啊。咱的高铁做人日本的新干线嘛，到40年前就有啊。尤其我去年，吼、哦，第一个坐到因的新干线，吼、哦，为京都来到东京，2点，足平稳足安静。内底日本人只乘客哦，这2点钟内底无听到迄个手机在响，引起的主人就拢关着静音啦，开纯震动俩。吼、哦，啊，未有迄个赖多啦，咚咚，遐咧咚咚，台湾高铁。遐咧动，遐咧动，你若想要困一下头吼，补一下眠，无法动。啊，佫有些电话响吼，佫讲啊作大声，袂输伫因兜呢。无咧管边仔的人，无咧尊重边仔的人，袂休困无。你看咱的水准差人偌济，嘿，这公民搞真啊失败吼、哦。你台湾该自由无唔对，但是你的自由袂使妨害着别人啊，吼、哦。好、哦、啊，讲了这个吼。老一辈拢常咧甲阮讲讲，当初迄两个原住民甘愿来互牵到台湾啊，人广岛甲长崎原住民崩了吼，30年后人恢复正常啊，吼，拢建设好啊，拢正常啊。台湾新的这条臭石头啊吼，68年啊啦，愈来愈歹啊，有无？哦，所以甘愿新的两个原住民嘛，无爱新的这条臭石头啊。所以遐来吼，无一个好诶。啊，恁有要含阿强啊统一无？有诶，举手我看。哦，啊，无爱举手我看。哦，啊，无举手诶。哇，人因连因中国人出一本册，来生不做中国人，人因都无爱做啊，讲咱要去含人统一咯。对对对，吼、哦，来生不做中国人，吼、哦。表示真正因做中国人更少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来分听讲，包括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，哦，咱来探讨看卖。好、哦，这2004年10月25日，前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，哦，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，台湾嘛唔是国家，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。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呢，啊，这句怪怪的哈。境外的国呢，因为呢，伊可以用
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在管台湾，好，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，暂时即马台湾伫咧当局咧代理中，哈，境外的国内就讲，美国人要来台湾，伊嘛要摕护照，才会当伫桃园机场通关入来，啊，所以啊，伊个用国内法、台湾关系法咧管台湾，嘿，啊，所以话好多境外的国内，哈。啊，国家有四个认定的标准，吼，咱来看对四个。第一就是领土，第二人口，第三要有政府，第四要有外交官。啊，咱来看台湾国这四样有无？好，来领土，台湾甲澎湖，这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，所以台湾国无领土。啊，人口，真暂时用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吼。啊，咱是大日本帝国，咱的潜在国籍是。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呢，所以台湾国嘛无人口啊，哈，有啊，即马有一个政府，派一个，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唔是咱台湾国的政府啊。有啊，有外交官，我有23个小朋友的国家，派些，两个月前佫碰见一个呀，迄种甘比亚佫无呀，哈。啊，你也想，迄20几个国家，咁台湾国派外交人员去跟他们签咩？歹势毋是哦，你甲摕伊个建交公报来看，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跟人签的，毋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，所以台湾国这四项拢无，所以台湾毋是国家，哈，这正确的。好，啊有人讲啊，咱拢拜关公啦，拜妈祖，所以咱拢是中国人，啊咱拢用汉字啊，所以咱拢是中国人。好，如果真来讲这个逻辑来通哦，安尼啦，信耶稣拢以色列人。信基督教的拢以色列人，也是美国人。啊，那信迄个佛祖的哇，唔着拢印度人。那信遐世界末日的拢印度人。啊，拢用汉字，着中国人。安尼，韩国较早嘛是用汉字，新加坡嘛有咧用汉字，甲即卖日本嘛要1/3的字拢要一个汉字哈。安尼日本人就拢原来中国人，哦，啊那这罗迪乃通安尼那讲英语拢英国人，安尼美国人原来英国人，啊菲律宾嘛拢讲，加些拢讲英语，因拢英国人，啊所以这袂通哈。好，啊现在咱来成立台湾民政府，拄啊秘书长有讲过啦哈。好，咱来以日本的琉球哈，琉球当初我多讲过，因去予美军占领了。在他們的軍政府下面，由當地琉球人比較親民，來組一個琉球民政府，來，也同樣有三權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都有，都他們自己的人，這他們立法部門所立的法，立法了要送給美國軍政府審核，審核如果沒有違反到美國的利益，他就讓你去實施。但是实施的过程当中，美国人发现讲，哎，有损害到美国人的利益，安尼伊迄条一定给你废止，因为美国军政府有最高权力，简称高权哈，一定来给你删除你一条法案哈。而且当初美国人是讲英语，日本的琉球人讲日语。啊！若万一发生车祸，因为安那车祸真济，因为美国人的韩道路伫倒边，就像咱即马台湾安尼吼。但是日本人开车韩道路伫正边，伊是左边去右边回来，哦，都咱即马铁路，包括高铁，同款拢是左边北上，啊南下是右边回来，要阁保留日本时代。但是铁路你要改吼，改麻烦。路要改就较好改啊！哈，啊，所以伫路顶咧开车，美军的车辆不是嘛，跟日本的车辆相撞，啊，撞落来一个讲英语，一个讲日语了，车袂好势，足歹沟通的。啊，所以就要因家己的民政府，哈，琉球人作为民政府出面来管因这百姓，哈，安尼较会好管理啦，哈。同款，啊，咱就是，我咧伫
美国军政府也卡说成立的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哈、哦。啊，这也成立的是2006年，好、啊，咱林秘书长哈、哦，第十月日时，好、哦，提出诉讼案哈、哦，啊，一直到2008年3月18日，美国华盛顿的联邦地方法院卡判讲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啊！但是地方法院也权限有限，伊敢判这条了，叫咱讲咱会当去上诉，所以咱就去上诉到高等法院。啊，即内底咧讲的本土台湾人就是讲，1945年8月15日迄天，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迄个时阵，外国军队拢还袂入来到台湾。迄阵的所有的台湾人，包括伊的后裔，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，哈、哦，本土台湾人定义的啊。所以现在你若要请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身份证，一定要申请到日本时代用毛笔写的，哦，恁的阿公阿妈还是爸爸妈妈，安尼你才会当，好承认讲你是伊的后裔，会当领台湾政府的身份证。来，咱上诉去到高等法院，伫2009年4月7日，美国联邦的高等法院判讲。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成立政府，哈，台湾人佫生活伫政治联系当中。即马即个政府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唔是咱的政府。啊，即马咧讲是安那，咱还佫伫政治联系当中。啊，拄啊，秘书长也讲过。啊，我另外一个例就讲，陈水扁代表咱台湾人。陈水扁即马又关伫个什么1.38坪，还是偌大？阿扁也佮伊讲个，我关较细间尔啦。啊！恁伫外口遐是关较大间尔啦，意思同款。欧美的人即马咧看台湾，就敢若讲咱即马咧看北韩同款，咱的自由的程度，哈、哦。咱家己拢虽然警备总部取消啊，哦，戒严法啊解除啊，咱台湾人内底还佫有一个小警总，你即马就讲即句话出来，唔知会向哪一关袂，拢家己的一寡话唔敢讲。所以是安怎伫课堂，还是伫一般人咧，吼像我咧上课安尼，啊出问题要问，大家拢唔敢举手起来回应，迄就是心内也会惊吓，惊讲唔对。美国嘅教育吼，老师拢足希望囡仔会当，你有问题你做你问，甲老师问好倒，咱只拢讲一个较好听，讲叫尊师重道，其实唔是。美国人因的求知欲甲因的逻辑，吼，是拢伫自由意志之下，吼，为着要学学问，我来学校就是要学学问，我都爱甲问，我唔捌的，我都一直问老师问甲，吼，我了解安尼为止，哈，好。过来，咱2009年7月7日，咱去上诉，去到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，伊甲咱接受咱这个案吼，这是。李主建后头一届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，伊的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战争法、吼国际法、旧金山和平条、甲美国的宪法来提出的告诉。其实咱伫2006年10月7日，告美国，美国的联邦的地方法院甲咱收件，咱林志升秘书长就甲伊讲，咱赢一半。什么原因？咱告着人啊，因为伊甲咱收件，因法院甲咱收件，代表美国对台湾澎湖有司法管辖权啊，伊唔开甲你收件，啊，无咱他无爱去甲英国告，好，英国看要甲你收件无？好，就是美国因为联邦的电话呢收件，就表示讲有对台湾朋友有司法管辖权。既然有司法管辖权，其他的管辖治理权都拢有啊，哈。结果过无偌久，吼、哦，2009年8月7日，本来的被告美国政府伊的代表国务院的随宣布放弃抗辩权。哇，这个放弃抗辩的代表啥？代表讲美国，吼、哦，这个被告放弃抗辩的表示，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咱家告的嘛，吼、哦。伫原告对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的这个叙述，甲伊法律的见解，拢总正确，国务院完全确认。伊无要搁抗辩啦，啊！恁讲的拢对，
我个抗辩也不好，吼、哦，真理就是真理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所以，但是你看看，搁不够啊？喂，十月七五，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，啊、哦，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达到四年，吼、哦，诸多刑事不再抗辩，表示全部确认，法院要求金猫。美国政府爱依法正确行事，爱依照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规定来行事。所以，咱必须听侬讲，咱来回归到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这个历史的原点。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是51个国家签署，48个国家相当于因的国会通过的国际条约。好、哦，这位阶相关，咱来等于到呀，唔是台湾关系法，台湾关系法是美国。单一国家的国内法呢，这位阶也无管咯，吼、哦。咱来等于到这里，好。啊，所以经过跟美国协商，吼、哦，台湾民政府伫美国首都华盛顿 D.C. 挂牌运作，都头拄啊看的。啊，你注意看，7月4日，菲律宾伫1946年7月7日，伫美国的协助之下，和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。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7月7日，啊，你看看，伊叫咱去挂牌嘛，选这个日，这个意涵哈、哦，不言可喻哈、哦。好，而且9月7日，叫替咱伫华盛顿 D.C. 的世纪饭店，世纪饭店是足有历史的这个饭店哈、哦。美国历年来，因的总统还是因的国务院，然后重大的事件要宣布，有啥物新的政策，拢会伫这个饭店。来做记者会哈，啊！这美国的国防部啦、国务院、国安部、司法部拢有派人来祝贺哈。好，啊！这就是咱迄阵，这咱的主席哈，咱主席。9月7日有无？啊，9月7日啥物日？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日期哈。这种你选这日嘛，拢足有意思的哈。好 ，OK， 时间的关系，我稍微讲较紧的哈。好来，咱这个公民权利法，恁即马红红迄本吼，迄本恁等下好啊看吼。迄本公民权利法是美国叫咱爱先做这件代志吼，就是讲你爱先通过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。咱这台湾公民权利法送去予美国，送到第三摆，美国才同意讲咱会当发布吼。这个权利法案吼。咱头一届送的无一礼拜就要拍断啊！啊，定补件、定修改了，搁送去吼，嘛、哦、是搁要拍断啊！吼、哦，到第三届才算修改完成，美国才同意讲，咱用这個来合法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吼，甲、哦、旅行证件的法源吼、哦，你要有这个法源，通过这个法案了，有法源，唔可以将依法来发。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哈，好，好，啊，咱2011年10月20到23日，咱150个台湾民政府的人员去日本东京靖国神社，去向39100个台湾英灵举行慰灵祭，好，这是咱去靖国神社，哈，啊，翕的纪念的照片，这个就是靖国神社。好，啊，咱去迄个以政府的高规格的接待，好，一般日本的民众是伫正殿遮拍两个波啊，行一个礼，安着算祭拜完成。咱是迄个请伊到内殿，去啊读祭文，去啊歌刷跳剑舞，好，去个那个祭拜，因为迄39100个大部分拢是歌刷族，替日本天皇。伫太平洋战争间隙的吼，啊，所以间隙拢甲送来伫遮咧祭拜，啊，即就类似中华民国忠烈祠吼，中华民国军人那死拢下伫个忠烈祠吼，啊，同款，咱日本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替日本天皇间隙，就送来即个靖国神社，咱佫入去到上内底内殿去甲祭拜吼，啊，是安怎咱？这英灵阿去遮，就是台湾还佫大日本帝国的领土。
咱无独立出去，咱也无去用挂念和其他的国家，所以咱的英灵替天龙见祭，要搁送回家。哦，那么韩国已经独立出去啊，韩国人因的英灵都爱请等，哈、哦。所以高金素梅吼，哥刷因爸爸是中国人，妈妈是泰雅族的，伊去日本买工，特工要甲这英灵请等啊，日本人无接受，哈、哦。那么在日本的皇居哈，咱是伊的生日是12月23日，所以咱去甲祝贺伊的圣诞。啊，皇居历史上头一届，当时出现日本的日晚旗甲台湾民间会旗啊。过去几啊百年来，拢这支旗啊出现啊，唔捌有其他的旗啊。咱头一届咱的旗啊，会当入去到皇居内底，哈。啊，就代表讲日本天皇知影讲。咱是伊个臣民，啊，咱即马是因为战争个关系，暂时许美国军事占领，吼，啊，袂依照台湾反叛模式，吼，琉球模式，等于个大日本帝国，吼，所以伊知影讲，咱这是对个，咱这个法理论述对个，这个机啊，唔该，等入去皇居，吼，好，啊，今仔时间个关系，我今仔讲到这，明仔佫继续，明仔我佫讲，吼，多谢，谢谢。